近日，济南民警在路上发现了一名7岁的小男孩牵着4岁的妹妹等红绿灯，周围呢并没有家长跟随。民警询问得知，这对小兄妹打算从书店步行回到10多里外的家。民警担心小朋友的安全，也怕他们会累着，提出用警车送他们回家，没想到竟被小哥哥很警惕地拒绝了。于是民警化身保镖，步行2个小时把孩子们平安地护送到家。孩子妈妈开门之后才知道，两个孩子竟然自己跑去新华书店看书了。独自出门很莽撞，不过还是被这小哥哥圈了粉儿啊。